大家好，我是田园阿婆。今天分享怎么样种小麦草以及打麦草果汁。这个麦草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哈，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它呢是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，尤其现在的流感季节，因为它富含各种的维生素，它能降低坏的胆固醇，尤其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叶绿素，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红素一样携带着氧，所以能让我们充满活力。这个种子我今天选的是燕麦种哈，它跟小麦营养价值差不多。这个是镂空的盒子，一套5个哈，我也可以把它的链接放在底下，我在 Amazon 上买的。那直接把这个燕麦的种子撒在上面。那如果这个种子偏小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在上面铺一张厨房纸，直接把种子撒在上面，这样就不会掉落到底下。直接往盆里倒水。水量只要能够盖过种子就可以了，放在窗台有阳光的地方，记得每天要换水，不然这个麦子种子会臭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室温20摄氏度左右，4到5天或者1周就可以长成麦草。长到40到60英寸的时候，营养价值是最高的，我们就可以采收了。收下来的麦草打汁的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放到榨汁机里，但它的缺点就需要大量的麦草，因为麦草里面的水分并不大，有一点浪费。第二种呢，我们量不大的话，我就放在这个果汁机里，因为这时候长得不高，比较嫩。麦草呢比较难喝，所以我会加一点水果，比如说梨子啊、苹果啊都可以，然后再加一些水进去，把它稀释一下。尽量的打碎一些，一般情况下我就可以直接喝了。但是如果介意的话，可以把麦草的纤维呢给过滤出来，这样的麦草汁呢就很好入口，比较好喝。那么过滤出来的渣呢，咱们也不浪费，我就直接跟鸡蛋啊、一些粉呐、或者其他的蔬菜啊放在一起煎成饼。更多的生活小窍门，可以在 YouTube 上关注"田园生活分享"频道。喜欢短视频的，可以在副频道上观看。